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沪港股市总结，我是曾真。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各股市的收盘情况。港股方面，央行上周五不对称降息，港股恒生指数高开后窄幅震荡，截至今天收盘报23893.14点，涨456.02点，涨幅为1.95%。国企指数高开高走，截至今天收盘报10842.83点，涨395.65点。下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主要蓝筹股的表现。汇丰控股涨6毛，中国移动涨2.05块，建设银行涨1.2毛，工商银行涨1.2毛，中国银行涨8分。港交所涨2块，中国人寿涨1.95块，友邦保险涨4毛，腾讯控股涨1.3块，金沙中国涨9.5毛。长江实业涨4.9块，新鸿基地产涨1.1块，九龙仓涨9毛，中国海外涨2块2.5毛，华润置地涨1.8块。中海油涨3.8毛，中石油涨2.9毛，中石化涨1.9毛，昆仑能源涨2分，中国神华涨1.1块。关注完港股方面，来关注一下内地市场。今天早盘两市大幅高开，在降息的利好情提下，较为受益的券商、地产等大幅高开，而保险、煤炭等紧随其后，共同推动指数上行。沪指盘中大幅走高，午后一度涨超过2%，上摸至2546.75点，创出近3年的新高点。之后沪指小幅回落，涨幅有所收窄。盘面上看，除了稍有利空的银行以及前期涨幅较大的题材股之外，多数个股上涨，两市成交今日大幅度放大，共成交5844亿元，市场巨量大涨下，短期有望开启新的篇章。来看一下截止到今天收盘 A 股的情况。沪指报2532.88点，涨幅为1.85%，成交3302.91亿元。深成指报8577.91点，涨幅为2.95%，成交为2541.24亿元。而沪深300指报2649.26点，上涨65.8点。创业板指报1507.81点，上涨2.98点。好了，以上就是之前的股市，来看一下 H 股对 A 股的五大折让情况。浙江世宝折让72%，山东墨龙折让68%，经纬纺织机械折让62%，洛阳玻璃股份折让58%，东北电器折让58%。再来看一下 H 股对 A 股的五大溢价情况：万科企业溢价22%，安徽海螺水泥溢价15%，江苏高沪宁沪高速溢价13%，青岛啤酒股份溢价12%，华电国际电力溢价12%。好了，以上就是沪港两地的股市总结，来关注一下沪港两地的重要财经资讯有哪一些。中国国务院周一宣布取消和下放58项行政审批项目，包括取消个人携带黄金及其制品出境、出入境审批等，取消67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取消19项评比达标表彰项目。中国政府网刊登的公告称出，将82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调整或明确为后置审批。另外，建议取消和下放32项依据有关法律设立的行政审批和职业资格许可认定事项，将7项依据有关法律设立的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国务院将依照法定程序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相关法律规定。此次取消的58项行政审批权限涉及央行、财政部、外管局和证监会，包括取消商业银行承办记账式国债柜台交易审批、贷款卡发放准核、境外上市外资股项下境外募基金资调而结汇审批等。有市场消息透露说，内地汽车制造商北京汽车、内地大型地产商万达商业地产以及香港航空等均争取于本周四通过上市聆讯，三股集资额最多达到975亿元。其中万达商业地产传有意于12月5日展开路演，19日挂牌上市，计划在港集资60亿美元。但另外有消息指，其集资额最多可高达780亿元。如果该股能够赶在今年内上市，将成为本港今年集资额最大的新股。而北京汽车据指已经锁定约7位基础投资者，全为国内资金，认购金额已经占集资额的一半，
据了解，北京汽车是这一次计划在港集资约20亿美元。另外，香港航空原计划本周进行上市聆讯，但因为目前仍在回答港交所的问题，未知能否赶及于本周四通过上市聆讯，但仍期望可于年内挂牌上市。香港航空将以双币双股的形式在港上市，市传其集资额约为39亿元。好了，以上就是由药材财经台为您直播的沪港股市总结，谢谢观看，我们明天再见。